所以让他来打 DH 也是蛮合理的。轮到第二棒的是陈继，出手也是打第一颗，结果打成了中间方向的高飞球，中外野手的陈杰宪过来飞出 nice play， 精彩，哇哦！哦，在比赛一开始，这一颗有可能要落地的安打球，竟然被陈杰宪直接没收掉。是，有一点挤压到哈，那击球点有稍微比较里面的一些，想说应该有机会这个落地形成安打，但是因为球有一点高起来，所以陈杰宪其实还有一点这个赶过去接球的那个时间哈。是。第一拍还没有完全加速，但掌握住了球可能的落点之后呢，全速冲出去之后呢，看起来是哇，杰宪的脚程呢，还是真的是厉害，对，还是脚程速度快，有赶过去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